健达两个多月时被阿妈救援，在台南、台中、台北店都等过家，大家很舍不得健达被退养，又等家很久。这天，台北、台中的伙伴都特别来台南店看他。从去年十二月等家到现在，健达终于等到家了。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陪健达到家喽。